升级。可能是有一段时间的交通这个课题，交通完了之后呢，剩下一点时间，弟兄姊妹就是问题解答、疑难问题解答，这点时间呢，留给弟兄姊妹来提问题的时间。希望弟兄姊妹能预备好你自己和你认为在圣经里哪一些圣经经文呢有疑难问题可以提出来，只要是圣经里头我们就按照圣经来解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录像是向全世界上传的，这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个视频，所以我们轻易的不要在这镜头前面走，静静的在那听，不要出声，把手机全部关掉，一旦你手机响了，也影响这个聚会的整个的这个圣灵动工啊，也影响这个效果。所以那个手机啊，他们带手机的把手机都关掉，尽量不要出声。这一出声，就会影响弟兄姊妹的听到，也会影响这个整个视频的效果。好，咱们今天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一同交通两个身体。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找到咱们一同开声朗读。哎，跟弟兄姊妹。十二章啊。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十二章第一节，页数为新约圣经179页，新约圣经179页，找到了，咱们开声朗读。一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一同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圣经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阿们，感谢你引导我们一同来向你敬拜，向你赞美，阿们。没有人来在这里讲什么，我相信是主的灵在这里讲话，阿们。我相信是你知道这里的这群弟兄姊妹的需要，是的。今天你必亲自来供应我们，阿们。你必亲自在我们中间运行，阿们。你必亲自将你属天的灵粮喂养我们，阿们。你必亲自将你圣经的奥秘解开，阿们。使我们都能明白你话语，阿们。求你帮助今天下午这一点的时间，阿们。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们。求你握起你自己的瓦器，阿们。借着这个瓦器，把你自己的能力彰显出来。把你的智慧彰显出来，把你的知识彰显出来，把你的一切从天上来的奥秘都显在我们中间，求你来保守今天这一点的时间，与每个弟兄姊妹同在，凡来到这里的人，主你一个也不丢弃，但愿主你用你自己圣灵的大能来高过你自己的仆人，并且你使你自己的圣灵充满你自己的会体，听这个讲的被一灵所感动，求你加倍的感动你自己的仆人，要叫你自己的众教会的需要，就求你把它握在你的手中，借着这个瓦器，把你自己莫大的能力显在他身上，我就求你不叫他开口说人的话，只要他一开口就被圣灵充满，叫他说出你天上各样属灵的奥秘，弟兄姊妹的生命得以造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有听过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门。好，咱们一同交通两个身体。第一个身体是。是血气，血气。那么第二个身体是什么呢？第二个
身体是灵性，一个是血气的，第二是灵性的。可能我们看到有好多弟兄怎么看到这段经文呢？看到这段经文，一看到这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里提到一个活祭啊，先把身体献上，当做什么祭呢？这里面说是活祭。什么叫活祭呢？什么叫活祭啊？活祭是什么意思？活着的，对不对？有生命的祭叫活祭，对不对？没有生命的叫死祭。那么这里面活祭，这活祭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可以找这一段经文，就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查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两节这几节经文呢，来说明这个问题。什么叫活祭呢？什么是活祭呢？找到没？找到，咱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感谢主的恩典。好，这里注意看啊，这边第一点，这里边第一节说什么？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什么奶啊？灵奶。好，第二点是灵奶，这个是活祭，这个是什么？灵奶，鲜肉奶可以不？不行。啊？不行。为什么？要的是灵奶。吃肉奶，那地上属血气的孩子吃的是什么奶？人奶是肉奶还是灵奶？肉奶。把这个肉奶和灵奶给它分开，活祭和死祭给它分开，好不好？啊。主要的这个属灵的身体和属血气的身体给它分开，好不好？啊。我经常在讲分开，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分开。第一章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把光暗分开了。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开始往后分，一直在分，以扫和雅各分开，法勒斯和谢拉分开了，是不是啊？以实玛利和以撒分开了，扫罗王和大卫王分开了，是不是？狼和羊要分开，旧约与新约要分开，律法与恩典要分开，人的义和神的义要分开，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要分开，麦子和麦子要分开。所以上帝一直在分，天上和地上要分开，是不是？这个不分开，你就会混淆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下面怎么讲的，一讲就矛盾，一讲就碰壁。你这样一分开讲，就不会矛盾了。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说，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那这里边提到活祭，等一会儿咱们提到活祭啊，提到活石，还提到灵祭。我们看这段经文，首先这是爱慕纯净的灵奶。假如我吃的奶不是纯净的，里面有一些掺杂的东西，那这个孩子能不能得以见长啊？能不能？你比如说，我现在给这孩子喂一开始喂的纯净的灵奶，后来把这奶里放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这孩子能不能见长？我要放毒药了，一下把孩子要死，对不对？这里面说纯净的灵奶就不是地上属物质的，对不对？是属灵的灵奶。注意往下看啊，说叫
你们因此才能见着。爱慕纯净的灵奶，没有别的话语，全是圣经的话语，这个人才能得以见着，对不对？以致得救，这里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是长大成人，长成埋在基督身上了，不是讲他未得救。因为在哥林多的后书里边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他救了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我们指望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一共三个救，对不对？这三个救分别代表什么？第一个救是得救，第二个救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救啊。第二个救是什么？得荣耀。第三个救是身体得赎。三个得啊，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荣耀啊，得荣耀啊。第三个就是身体得赎，这三个救啊，都是救啊。得荣耀的得救，他要救了我们，还要救我们，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头第十节，对不对？这段经文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上帝只现在只叫我得救了，不叫我得荣耀，下来将来身体得赎也不管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主动权全在主手里头。我们首先要知道这里头第二节是这样说的，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那些恶毒的东西啊被除掉了，怎么除掉的呢？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把那恶毒的东西全部除掉了，肉体的东西全部除掉。下面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说固然被人所弃，这里面提到的是什么？第三点是活石啊。这个罗马书提到活祭，这个地方又提到活祭，提到灵奶，又提到活祭，活石。活石就不是死的石头，建造成为，注意往下看，说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灵宫和肉宫一不一样？灵宫和肉宫一不一样？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对不对？我现在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外边是肉体。这里边说灵宫，下面再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第五点是什么？圣洁的什么祭司，对不对？注意再往下看，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生祭。第六点，这里边说是灵祭啊，没说是肉祭啊。那我现在我就说我这个肉体就是神的殿，对不对？不对，我现在这个就是神的殿，神的殿是灵，是活的，对不对？这肉体是必死的，圣经经常形容这个身体虚死的、必死的、必朽坏的，是不是这么经常这么形容？或者叫外体，是不是？或者叫帐篷，帐篷是临时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想想，有多少人说我这个肉体就是神的殿？如果说就是神的殿，那就有矛盾了。怎么矛盾呢？我们看看和圣经里矛盾呢。圣经要的是活祭，但这个肉体是必死的，对不对？圣经要的是灵奶，但这个肉体吃的本来就是肉奶，对不对？长大了。圣经要的是活食，对不对？我这个肉体呢不是活食，对不对？不能建造在灵宫上。圣经要求的是灵宫，我这肉体是什么宫呢？我这肉体是什么宫呢？肉宫。圣经要的是圣洁的，我这个肉体天天告诉我有罪，对不对？圣经要的是什么？灵祭。但我这个肉体天天，这个肉体天天它不是灵，它是肉祭。那在旧约里看，以实玛利被赶出去的，代表肉体的生命被赶出去。
在新约里马上就说肉体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心灵要因着耶稣基督而复活。好，这段经文我们通过这段经文一共是六个啊，一个是活祭，一个是灵奶，一个活食，一个灵工，一个圣洁的，一个是什么灵祭。圣洁的神才喜悦，对不对？罗马书的第12章也说圣洁的，是不是？是不是说圣洁的？罗马书12章是不是也说圣洁的？乃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今天看，如果假设我们这个肉体就是神的殿，那好多的经节矛盾了。比如说彼得前书说，你们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肉身也要受苦。还有这样的经文，许多这样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就必得神所造，不是属地的帐篷，对不对？如果这个帐篷就是神的殿，一拆的时候就表明神的殿被拆了，对不对？而神的殿呢，却说要长大成人，对不对？长大成人，并且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明明说它要衰微，你这就矛盾了，一个要长一个要衰微，到底哪一个？你如果就用一个身体来解释这段经文，没办法继续解释下去，就到此结束了，不用解释，一个身体解释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今天就把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查出来，关乎第一个血气的身体和第二个灵性的身体，我们要通过圣经把它查出来，好不好？咱们叫圣经说话，我不说话，叫圣经说话，好不好？好，我的肉体就是什么圣殿，那我的肉体有一天死了，圣殿就进火葬场，因为这肉体要进火葬场，圣殿也被火化了，对吗？对不对呀？对。这肉体要残疾，要有瞎眼的，一只瞎眼的，它坏了，圣殿还少一只眼呢。这肉体要掉个牙，它坏了呢，圣殿掉一只也掉个牙呢，这是吗？这个肉骨和灵骨一不一样？这里边要的是灵，咱们献的是肉；圣经要的是活的，咱们献的是死的；圣经要的是圣洁的。有的人把那大肉体献上了，还是献上，还天天说有罪还献上，献上是有罪的，不是圣洁的。你说矛不矛盾？啊，弟兄姊妹，你看着就矛盾呐，不用别的，你看着就矛盾，对不对？圣经明说，外体要什么？外体毁坏，是不是说毁坏啊？是，内心全是罪。圣经说，这个属肉体的这个肉体，这个肉体要被拆的，对不对？他拆的你不能见，他见的你不能拆。他毁的你不能救，是不是啊？他灭的你也不能把他保护起来，对不对？他要灭，明明说最深要什么灭绝，对不对？好，这里面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啊、哦、可以看到这里面明显的写出来，这个真正神的殿是属天的，对不对？是属天，不是属地的。真正的圣殿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真正的圣殿不是属物质的，乃是属灵的，对不对？对不对？这是不是属灵的？几个灵？这里面就出现三个灵，对不对？这里面出现活祭、活食、灵奶、圣洁的灵工、灵祭，这里面都说灵。咱们详细查，不怕。今天咱们不把这个问题能查明白，详细查。罗马书要求的是什么？我们回头看罗马书要求什么？要求是不是说要求圣洁？献上的是圣洁，乃是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咱们看罗马书第12章，你看这里边说的是讲肉工还是讲灵工？首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祭？活祭，当做活祭，对不对？不是死的。而保罗却在罗马书的第7章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什么身体？”这里边说将身体献上，这个地方说脱离身体，这不矛盾吗？
明显不是一个身体，对不对？很明显，很明显。我们注意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二十四节，《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好，这里边一个血气的身体，一个灵性的身体。血气的身体需要什么？血气的身体需要脱离血气的身体，脱离啊。怎么脱离？等一会儿咱们看。脱离身体，一个是脱，下面一个还要有穿上属灵的身体。属灵的，一个是脱，一个是穿。你脱哪个？穿哪个？拆哪个？见哪个？哪个长成满有基督身量，哪个渐渐衰微，你必须看清楚。因为这圣经的经文特别多，我要查今天一下午根本就查不完，所以我就挑最关键最重点的经文来查一下。好，我们看第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什么身体的？这又有个身体需要脱离，是神明明借着保罗的口告诉这个身体需要脱离，这个身体需要拆毁，这个身体对神需要灭绝，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灭的，有一个被扶住的，有一个被拆的，有一个被建的，有一个是必死的，有一个是不死的，有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好，现在有许多人说，他现在为了救这个肉体，为了救这个肉体啊，他说什么？肉体呀、啊。不是身体，他说肉体不是身体，他说肉体啊是看不见的，他说肉体就是身体里面那个什么呢，看不见的。说现在在网上我就亲眼就看见有人就这么说，我就亲耳就听见肉体是看不见的、啊、耶稣那个成为肉体了，那个肉体是能看得见，是不能看得见的？看得见，看得见。说他肉体不，什么叫肉？什么叫体？肉肯定是有血有肉的，对不对？体是什么？有形有体的，对不对？才叫肉体。要看不见的，他用定吗？十字架能定看不见的，是能定看得见的。能定看得见的。所以他说肉体是看不见的，他就把这肉体。又出现一个什么身体？他说肉体不是身体，身体不是肉体，又出现一个身体。他说肉体是什么？恶的，就是里面的邪情私欲。那我们通过他们所说的话，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明明说肉体不是邪情私欲，邪情私欲不是肉体。那肉体是什么呢？就是血肉之体，也叫身体，也叫取死的身体，也叫帐篷，对不对？那么这里通过这段经文可以看，说肉体，他说肉体不是身体，这句话是不存在的，圣经里没有，对不对？他自己凭空想象出来，说肉体不是身体。那肉体到底是不是身体呢？血肉之体呢？它就是，对不对？肉体是能看得见的，才能钉十字架。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这就表明邪情私欲不是肉体。如果是肉体就同钉十字架，就直接说肉体同钉十字架了。这里面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二十四节就这么说，五章二十四节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就这么说的。怎么说的呢？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对不对？没有说肉体就是邪情私欲，他这里边说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邪情私欲住在肉体里，所以肉体必须死，这就树倒猢狲散，也就叫什么？肉体定死了，那个罪也就灭绝了，是不是？这个肉体本身从亚当继承来的，我们这个肉体是从亚当继承来的，而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体是从基督继承来的。属灵的身体从基督生的，从灵生的，从真道生的。亚当这个身体是从亚当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仁义生的，一不一样啊？血气身体属土的，对不对？
这里面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罪躯死身体，谁脱离谁呢？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身体，那保罗这里明显的把我和躯死身体给分开了，对不对？谁能救我，那我是谁呢？啊，我是谁？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的身体？躯死身体又是哪一个？啊，来，咱们好好来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不是办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不商量完了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这我是哪个我？就叫老我。啊，老我脱离老我。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我是谁呀、啊？肉体脱离肉体。我他说了，我是另一个身体。哎，对了，有一个讲对的，就是这个道就没白讲，是不是、啊？有一个说真话的，那这个道咱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讲，是吧？这个我到底是谁呢？我不跟这个道理空的挂的我啊。这个、我倒是谁呀、啊？我是灵里面的，是。这我在住在心里有一个我，对不对？因为他在什么情况下说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身体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征战的时候。对，征战。保罗在肉与灵交战的时候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我呢？这躯死的身体是不是肉体啊？是不是说肉体？因为我想行善，他不行；我不想作恶，他倒去做。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人行善行出了恶事，而我心里想行善事，你心里是从神生的，喜欢行善，对不对？你外面这个肉身是从亚当生的，从罪孽里生的，对不对？喜欢行什么？这里面说已经卖给什么？里面这个人卖给谁了？啊，外面这个人卖给谁了？卖给罪的，对吧？里面这个卖给谁了？我们是重价宝血所赎买来的，对不对？卖给谁呢？卖给主了，也叫卖给义了。这是卖给罪了，这是卖给义了，对不对？卖给义的做什么奴仆？义的奴仆。卖给罪的做什么奴仆？罪之奴仆。做罪之奴仆以致死，所以这个人被判处死刑，钉十字架，接着受洗埋葬，对不对？对不对？这是哪个人卖给罪的？保罗为什么要叹这一生？这一生叹的不是突然的，对不对？谁能救这个我脱离这躯死的身体？看黑板啊，别看你的啊，看黑板。谁能救这个老我脱离这个躯死的这个心我脱离这躯死的身体？哪个身体？哪个身体？是不是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对不对？救哪个脱离哪一个？救那个新生命脱离这个旧生命。就那个新身体脱离这个旧身体，就那个重生的我脱离那个输血气的我，是不是啊？因为那输血气我是输血气的，他卖给罪的，他不能行善。因此保罗说，我真苦啊，苦不苦？你苦过吗？你心里想行善，万般肉体没行出来，有那时候吗？苦没苦过？我告诉你没苦过。我在我们那边直接就宣告，谁没苦过，证明这个人根本就没重生。谁苦过在这交战呢？我恭喜你，天国的你的名字已经被签在天国的生册里了。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没重生的人，你根本就没有重生，你里边外面根本就没有交战，你就一个身体，你跟谁俩交战呢？谁和谁交战呢？必定是两个人才能交战，对不对？一个人怎么交战呢？啊，一个人谁和谁交战？旧人和新人打一架，平时都说我们有三个仇敌，哪三个呢？老我、世界和魔鬼，谁都知道这三个仇敌啊。都说我仇敌，其中有一个仇敌就是这个我，老我这个肉体的我，还有个世界，还有个魔鬼，都这么说。但实际上一经历的时候，实际一经历的时候，把这个人当朋友了，没把他当仇敌，对不对？我昨天讲了。这个我和这个我，他俩是什么关系呢？他俩是什么关系？肉我和灵我，他俩是什么关系？敌我关系，对不对？敌我关系。那所以在旧约里头了，他说你要
恨你的仇敌，爱你的什么敌舍。在新约里怎么说的？你要恨你自己，是不是这么说的？爱谁？爱仇敌。反过来的，恨谁呢？恨自己。原来旧约说那个仇敌，就是指我说的，就是指我说的。说恨谁呢？圣经里头，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说什么？说约翰福音诗二章里说什么？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几粒啊？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因为凡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要得着生命到永生。是不是这么说的？是的。那我们想想看啊，咱们今天在这里思想，这里面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哪一个？这个是拆呀，是献？拆。地上帐篷要拆呀，是献？这里面有两段经文，就第四章，第四章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外体虽然毁坏了，内心却一天的心思。哪个毁坏？这外体是哪个体？哪个体？肉体嘛。对，就这个大肉体嘛。你不信你看这外体，你一天比一天毁坏，对不对？一天天长皱纹了，一天天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对不对？这外体里有私欲，所以渐渐变坏。哪个一天一天更新一天？哪一个哪个小人？这人看不看见？你能不能看见这小人？我今天教大伙一个方法，弟兄姊妹一个方法，这也是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这个方法。这个人虽然看不见，将来他要承受产业，承受天国的产业。这个人虽然能看得见，他不能承受神的产业。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肉体也叫什么？血肉之体也叫取死的什么身体，也叫必死的身体，也叫必朽坏的身体，对不对？也叫肉体，也叫血肉之体，对不对？对。你别把它给整成三个身体呀、啊！你给它整成三个身体，那不对的。两个人你给整成三个身体，新旧两个人，圣经这样的经文多的是。新旧两个脱旧人换新人，新旧两个人这样经文多的是，没有说三个身体。你怎么又出来一个肉体，又出来一个血肉之体？他说肉体是看不见的，把肉体定死了，肉体能定死吗？那个看不见的肉体能定死吗？啊，能定死吗？这是定不死的。定什么呢？定能看得见的这个肉体，对不对？我们哪一个肉体定十字架呢？哪一个跟基督同埋葬？受洗的时候哪一个埋葬？啊，对对啊，最深，保罗说最深，对不对？或说取死的身体。那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身体？那取死身体在哪了？哪个是哪一个是取死的身体？是不是这个？这个肉体，对不对？就是取死的身。什么叫取死身体？他不能行善就是取死的，不能行善作恶就是取死的，对不对？他最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犯罪，对不对？他也只配犯罪，他最能做的事情，他犯罪是正常的，所以他要不犯罪他就不死了。正因为他犯罪，所以他要死。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他就把肉体和心灵给分开了，对不对？一个死一个活，一个往天上去，一个往土里去的，一个必死的，一个不死的，一个必朽坏，一个不朽坏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被拆的，一个被建的，对不对？说的很清不清楚？清楚，我们就要清楚信嘛。圣经那么清楚呢，我就得这么清楚信呢，不然的话就会坏了。就会越讲越矛盾呢。这两个人，我保罗讲了我，按照我里面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括弧里面有个人，对不对？里面有个人，这个人喜欢神的律，这个人喜欢罪的律，对不对？你喜没喜欢过？你的肉体喜没喜欢过罪的律啊？啊？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圣经啊，这个首先保罗这里头说一个，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保罗有没有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我，然后马上就给这个肉体献赎罪祭啊？这肉体本身不是给他献赎罪祭，这肉体在圣经说呀，保罗说要脱离
你也说脱离。保罗，主说要拆鬼，你也说拆鬼，你是主的孩子。主说，保罗说脱离，你说给他献赎罪祭，你说你谁的孩子？你说你谁的孩子？保罗说谁能救这个我脱离这个我？救这个我脱离这个我，你去救这个我，脱离这个我，对是不对呀？啊？算了。你去救这个我去，保罗说救这个我，脱离这取死身体，对不对？对，是不是这么说的？你看那段话啊，第二十五节，我真是苦啊，苦不苦？两个亚当住在一起，苦不苦？先前的亚当和幕后亚当都住在一个身体，苦不苦啊？下面说什么？感谢神，第二十五节，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的。什么叫脱？一个是要脱离的，这里面说脱是什么意思？脱就是脱下，离就是离开，对不对？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这是这里是一个取死的身体，需要脱离，对不对？没说给这个身体献赎罪祭，心灵那我会不会犯罪的？会不会的？不会犯罪，从神生的不会犯罪。我今天上午又查了一上午那个心，我不会犯罪。那心我不会犯罪，那心我是行义的，我里边喜欢行义，对不对？是行义的我，外面这个呢，是想作恶的，对不对？心我是从神生的，不会犯罪的，对不对？那救我从人生的会犯罪的，那你是要救这个不能不会犯罪的这个灵我脱离肉我呢？还是要给肉我献上赎罪祭呢？说啊，这肉我是要被拆呢，是要被建，是要灭绝呢，是要给他献赎罪祭。灭罪神是要灭绝，是给他献赎罪祭。我们看马罗马书的第六章，我先翻一页就是的。好，我们看这个身体和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个被拆的是什么？把这个身体灭绝，这个身体是哪个身体？我们从第五节，走的吗？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死的形状就是肉体和他死的形状联合。他钉十字架，我也钉十字架；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也死在十字架；他埋葬了，我也埋葬，就是跟他死联合。下面说，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什么联合？两个联合，对不对？一个与他死联合，一个与他复活联合。再往下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这旧人呢，经常有人住在旧人里，天天这旧人犯罪呀、啊。新人肯定不会犯罪，那旧人犯罪，那旧人呢，这个罪身是要灭绝呢，这个旧人是要钉十字架呢，是要给他献赎罪祭。想想看，来，咱们就每个弟兄姊妹都大胆的可以说，没问题啊！别看我在这讲，你也可以说。那这个救人呢，是要钉十字架呢？罪身是要灭绝呢？灭绝，还是要给他献些赎罪祭？灭绝。神今天为什么许可保罗在这征战？征战一番写在圣经里，给所有的重生的基督徒看。你看我怎么样，你们都怎么样。我有征战，你们也有征战。我脱离这个取死身体，你们也要脱离这取死身体。这里边说罪身灭绝，有的人是救这罪身，用耶稣血洗完，洗完干什么呢？洗完留着，活着，活着干什么呢？在罪上活，在罪上活干什么？犯罪呀、啊，犯罪干什么？用耶稣宝血后洗呀、啊。为什么要洗呢？洗目的是叫他活着。不叫罪身灭绝，你灭绝不太疼了吗？所以我活着，活着干什么呀？犯罪呀，犯罪干什么？认罪呀，认罪干什么？洗罪呀，洗罪干什么？洗净了干什么呢？他就回去再滚，对不对？跟猪和狗一样，就救人跟猪和狗一样，他洗净了回去还什么滚？他做事做了又行了又行，对不对？他如同狗一样吐出来还回去再什么吃去？所以这救人就跟猪和狗一样，他只配什么？死，只配死，对不对？而我们却不把这个死发动在他的身上，不借着信心归入基督的死，反而要去救这个救人会犯罪的救人，天天还有理由了，犯了罪了吗？还到主的面前用宝血厚厚涂，
找一段经文就行。图那旧人天天用宝顶后图那旧人有吗？不找一个一段经文就行，不用多，就一段。能不能找到？找不到。这样经文罪身灭绝，拆毁地上帐篷，是不是？已死的人脱离罪，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什么？缠裹。他打伤我们也必什么？医治。所以何西阿书的第六章明明说是来吧，我们归主动归向耶和华，他要撕裂我们的旧人，对不对？撕裂我们的老我，撕裂我们属肉体这个罪人，对不对？今天有多少人要撕裂呀？有多少人要灭绝的罪人呐？唯独保罗这么说的，这是保罗这么说的。唯独保罗在这里，何西阿也这么说的。有多少人是要救的罪人呢？有多少人没明白呀？去救他。你问他新人犯罪旧人犯罪，他呼求半天他不知道新人犯罪旧人犯罪。新人明说新人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对不对？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这个灵人必不犯罪。哪个人犯罪呢？这老我会犯罪。这老我犯罪罪身是灭绝呀，一死的叫他死啊，还是叫他活着？灭绝。所以你们若不在罪上死的，就不能得以在什么上活？义上活。你在罪上活的人永远不能在义上活，你天天在罪上活着，你根本就不归入基督的死了。基督叫你死，你说要活着；基督要灭绝的，你要救他，把他救活。救活干什么？流犯罪，流犯罪，流犯罪啊！天天洗罪，天天为罪献赎罪祭。圣经明说，这些罪过去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他就献赎罪祭，给哪个人献呢？给那旧人献。为什么给那旧人献赎罪祭？他以为耶稣那个上十字架那个赎罪祭是给那个肉体献的呢，所以他天天在肉体中。这个保罗说，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说现在心灵想行善，心灵从神生的，不会犯罪，他想行善，但肉体没行出来，他天天给肉体献赎祭，对是错？对是错呀？啊，对是错呀？等一会儿咱们看啊，你看是对是错？保罗怎么说的？保罗第七节说，注意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有没有旧人？有旧人就有新人，对不对？以弗所书说有旧人有新人，旧人是往下拖呀，是给他献赎罪祭。保罗说拖，保罗处处在以弗所说拖，在这个罗马书这个地方说受洗归入基督死，在罗马书第七章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谁能救这新人脱离这个旧人呢？是不是要脱离？还说罪身灭绝，这个地方把罪身给他灭绝了，对不对？你注意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行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个罪身是哪个身体？哪个身体？来，咱们看看有几个身体啊？现在我有一里边有一个属灵身体啊，这我重生以后了，我现在我把这个当属灵身体，现在这里边就有属灵身体，这属灵身体就是哪个？就这个小人啊，这是属灵的身体，这会不会犯罪？为什么？从神生的，神没有罪，从神生的生命也是没有罪的，对不对？这身体是没有罪，哪个有罪？好，这下面说什么？罪身是要灭绝呀，是要留着？灭绝。你为什么受洗？你为什么受洗？洗老我。洗老我呀？那受洗那个水洗是代表洗老我吗？还是老我同钉十字架与罪身灭绝呀？那是死拆毁，对不对？对不对？埋葬了，对不对？就是挖个坑，把那老我砰一枪给他枪毙完了，就挖坑给他什么？埋起来。上吊挖坑埋的东西，你去把它挖出来，住在里边里。我说天天有罪洗罪呀，我给那老我洗罪。上帝说他有罪，你别给他洗。我要把连肉体的邪情私欲，救人连救人的行为，老我连老我里头的罪，一同的挖个坑给他什么埋起来。那你要怎么的呢？现在普世教会都在干什么呢？救这个我，对不对？给他献赎罪祭，救这个我呀，给他献赎罪祭。普世教会都这样，用耶稣血透过涂这个人，涂干什么？涂干净了。好，留着，留着干什么？留犯罪呀、留犯罪呀、脱干净的留犯罪。
他能不能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能不能不犯罪呢？不能。圣经说已经卖给罪了，恶极了，不能再行善了，所以迟早给他挖个坑给干什么？埋起来。他要买的，谁去扒出来了？又去洗一洗，上帝连你也给买了。谁去挖的？我挖的。谁去挖？把那老果挖出来，住在里边，是天天，每个一天天有罪。你住在那里头，天天第一眼看着老果里边装的就是什么罪，第一眼看的就是什么罪，是不是？你住在那老果里，天天第一眼看着罪，因为老果里装的就是什么罪。老果不能干别的，只能犯罪，对不对？那只能犯罪的人救救他，还是把他灭绝了？这是不是说叫罪身灭绝？这个罪身是哪个身？是肉体，就是有人说那个肉体，那看不见的肉体。罪身对不对？罪身是哪个身？从亚当来的，对不对？从情欲来。这个罪身，耶稣的身体和我们的罪身不一样的。我现在在这里区分一下，耶稣的身体是同人女生的，我的身体是妇人生的，对不对？耶稣那个身体是女人的后裔，我那个身体是男人的后裔。你信不信？你信的谁的姓？你信你妈妈的姓，信你爸爸的姓？啊？信爸爸的姓。耶稣基督是天父生的，你这个肉身从哪生的？从亚当来的，对不对？从土生的，对不对？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对不对？耶稣那身体是不见朽坏的，你这身体死了就得臭，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呢？耶稣那身体一根骨头也不折断，你那身体是被打的，两条腿都被他打断了，有残疾的，对不对？十字架强盗有一个信主的和一个不信主的，他的腿都断了，代表什么？就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那个肉体没有一个是完全，都是有残疾的，所以上帝给你预备一个不没有残疾的身体。那个身体是谁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你要不要？领饼的时候，你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姊妹，这是基督的身体，是为你什么舍的，对不对？你说什么？阿们。什么叫阿们？你为什么说阿们？啊？你为什么说阿们？就是是的，是这是基督的身体。你同意了，对不对？你承认的是基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血，这是耶稣就看着是葡萄汁，祝福完了不是葡萄汁了，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为你流出来，跟你立下永约了。你说阿们，你为什么说阿们？你承认这是血，这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吃到我心里来了，我纪念耶稣基督为我身体破裂的，我现在成为肢体的。我吃了耶稣身体就成了教会的所有的肢体了，对不对？我要没有基督的身体也没有耶稣血，耶稣说你和我生命没有分，不吃我肉不喝我血的人就没有永生，对不对？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我编的还是耶稣就亲口说的？啊？我没编啊，我又没编一句啊，这是圣经这么说，那就得这么，我就得这么信，对不对？他这么说的，我不是这么信的，死定了，死定了，那就等于给自己挖坑埋起来，对不对？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就得着了。他这么说非得扭着劲儿信，那为什么扭着人就憋着劲儿信呢？就是非得憋着那个劲儿，他老太太扭麻花就非得要那个劲儿呢。基督徒不能要劲儿，对不对？基督徒要顺服，圣经怎么写的我就怎么信，你就没错，你非得扭着劲儿，你把你自己扭完了，啊！你把你自己扭曲了，对不对？圣经怎么想的，我就怎么信。那你是最聪明的人。他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什么？就出那恶者，对不对？就这么说的。那圣经就这么说的，没有别的意思。罪身需要灭绝的。你去救他，你去把这罪行拿出来，他彰显彰显，天天活，天天犯罪的
什么能犯罪的什么艺人，会犯罪的艺人，蒙恩的罪人，谁教的呢？我就说教这个人就是个够呛，这个教这个人呢也够坏的。我发现他，圣经明说行义的才是义人，这里边这个是行义的时候不会犯罪，所以才喜欢良善，这个人才是义人。这叫心灵因义而什么活，身体因罪而死，对不对？是不是啊？那这经文你就得传到一起去，那圣经他不是白说的。所以这个取死的身体和这个不死的身体怎么区分？一个是被拆的，一个是被建的，一个是必死的，一个是不死的，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属土的，一个是属天的，对不对？这么来分，一个是从人生的，一个是从神生的，这么分好不好？你这么分开一讲圣经，保证没有矛盾的地方。你要不这么分开，你一讲圣经保证矛盾，百分之百矛盾，不信你去看，当做活祭献上，这边还自己还称着我是犯罪的义人，我说蒙恩的罪人，又把他放又献上，这上面要的是什么？圣洁的，我有瑕疵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要查一下神，什么是神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纯的全的可喜悦的旨意，上帝喜悦什么？你献的是上帝不要的，上帝要埋的你去献上，上帝要拆的你去献上，那就是该隐献祭。该隐为什么他的祭不被上帝悦纳？现在是什么？我把我献上去。那上帝今天如果以斯玛利不给赶出去的，那亚伯拉罕有可能就献了以斯玛利了。他是先赶以斯玛利后献以撒，对不对？我们也是今天把大肉体先赶出去就埋葬起来，最后献的是谁？复活的身体，对不对？所以叫活祭灵工，虽然他能肉眼能看见，但现在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肉眼看，不是凭眼见，对，乃是凭什么？凭信，凭肉眼看，我这肉体还在活着呢，凭肉眼看，我这明明是一块饼啊！赶那谁，吴延明弟兄说，我凭肉眼看，我这就一块饼啊！他就让你相信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就信不来。你说这明明是饼嘛？你就要我信他是神基督的身体，我能信得来吗？你信不来你就别吃，对不对？你要信不来你吃就是吃自己的什么，吃自己。你不相信这是基督的身体，你不相信这是一祝福完了不是葡萄汁儿，是什么呢？祝福完了不是葡萄汁儿是什么？你们说是什么？没有神，这预表是基督的血，这预表是基督身体。没有这话，他说什么？这就是，这后面加的是基督的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什么血？是不是这么说呀？你看原文，就原文里边都说这就是。你若不相信，这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基督的血。就是吃自己的罪，吃什么罪呢？是你不信这是基督的身体和这是基督血的罪，定你什么罪呢？定你不信的罪，对不对？不是你肉体犯什么罪去审查的肉体的罪，那你根本没说审查肉体的罪，对不对？你看那段经文，十一章那段经文是说审查肉体罪吗？肉体在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已经埋葬，罪身已经什么灭绝了，不再做罪之奴仆了，才临到吃圣餐呢。你告诉我是先吃圣餐在先，是受洗在先呢？当然受洗在先。为什么受洗？归入基督了。归入基督的什么？死。罪是灭绝完了之后，不再做罪之奴仆了，圣洁无有瑕疵的人才来领受圣餐的。对。等到圣餐那地方，马上把受洗给否定了。现在有多少人？那你受餐哪？那不是。拿圣餐来否定受洗。拿圣餐来否定受洗。你是不是在第六章的时候已经罪身灭绝完事了，你才去领受圣餐呢？没有罪身了，对不对？罪身已经灭绝了，跟基督同死同埋葬了之后才去领受圣餐的，把那肉体扒拉出来，翻着那肉体去醒察，从坟墓里把那肉体烙僵尸烙出来，进到那个肉体里一住，就说你看我得醒察醒察肉体，就把这个基督的身体和这基督这个
这个血薄血，再说薄血吃到哪里去了，喝到哪里去了，喝到哪里去了？这里，你问他在哪里了？基督的身体进哪里去了？这里啊，这里是哪里呢？杜甫啊，你那是求饼得饱的。耶稣说你们是为杜甫求饼得饱的，把基督复活的身体和复活的生命吃到哪里去啊？吃到肉体，吃到肉体的，现在变到茅厕里去了，变到茅厕里，里边没有基督身体，把什么当圣殿了？把这个，看到啊，把这个当圣殿了。我这肉体就是神的殿，是不是？肉体就是神的殿，这肉体进火葬场，神的殿也进火葬场了，是不是？哪有啊？这里边说灵，灵祭、灵宫、灵乃活石，对不对？活祭，他便是死的了，把那死的拿出来。圣经说那个属肉体的生命是必死的，必死的不能承受不死的。我告诉我，你有几个身体？几个身体？好，咱们先看加拉太书几个身体啊？咱们先看加拉太书，这里有基督成形在我心中。基督成形了，就不是光一个灵住在我心里，他是成形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现在基督有形有体的，不是没有形没有体的居住在我心里。他基督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心里，那我现在我里面有没有基督形体呀？有没有？好，十九节找到吗？我小子们呐，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下面说，第十九节啊，第四章十九节，加拉太书，页数为212页，找到吗？找到没？你看是不是这么说的？说我小子们呢、啊？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这就表明属灵层的生产。你的肉体已经生产过了，对不对？是你父母把你产出来了。下面这个产是不是指肉体说的呢？你注意往下看，只等到谁成形在你们心里啊？为什么要成形呢？什么叫成形？有形状了，它叫成形了吧？就像我们这个堕胎似的，那个小孩呢，在心里成形，长长眼睛、长鼻子、长嘴的。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体在里面，基督的身体在我里面，也要什么成形、满长成，满有基督所长成的身量。往后翻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往后翻。从第十二节开始看，第十二节开始看。那我今天建立的是肉宫，建立的是灵宫，我用肉体往上连，还是用灵宫往上连？哪个连？假如我现在我现在里边没有那个属灵的身体，没有啊，我现在里边没有灵性的身体，就光一个大肉体，那你可能上帝要强逼着你现，你就现个大肉体，那上帝不会听你罪的。如果今天上帝有告诉你已经有灵性的身体，还有血气的身体，你就硬把血气身体献了，上帝最后一巴掌给你打多远出去。他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抓抓的人都不能都见过。当你没明白的时候，你蒙昧无知的时候，你说无知的话，上帝也不会听你的。但是你已经知道了，圣经已经那么写了，你已经看见了，你还是瞪着眼睛说胡话，白日做梦，那么上帝一定会向你宣告我不认识你。我们看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那基督这个身体是不见朽坏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对不对？不是用肉建，乃是用什么建呢？用什么建呢？用灵建，对不对？灵宫、灵磐石、灵乃活石，圣洁无有瑕疵的，用灵来建。注意往下看啊，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
长成的什么？哪个长？我问弟兄姊妹，是这个长，是这个长？哎，是这个长，是这个长？里面长什么？哪个长？里面哪个长？有的人就一个呀，他就不敢肯定。一个的人就一个人，没重生的人肯定不敢肯定。重生人，你里如果你里边不知道你里边有一个圣灵，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就有问题呀，你信仰都有问题。我问弟兄姊妹，你现在里边有没有重生的灵物啊？有没有？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身体，这里面说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哪个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是肉体长成满有身基督的身量，还是属灵生命？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看哪个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哪个往下，哪个拆哪个建。第四章第十六节。这里边有个外体，外体啊，哪个体？外体要毁坏，哪个毁坏？这里面还有个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个建的，还有个毁坏的，对不对？十六节找到吗？有的人他不信圣经的话，他信人的话。信鬼话就不信主的话，你主你说话你说你的，我信我走我自己的路，你给你自己要悟出一条路，那那条路肯定不是通往天堂的路。十六节找的吗？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有一个要毁坏的，对不对？是哪个毁坏？外体。外体是哪个体？现在的体。下面说内心不是一下就心，就是一天心思一天，里面这个一天心思，外就回外，里面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对不对？要为我们成就荣耀，肉体要受苦。原来我们不是固念所见的，这个所见的就是外体，乃是固念所不见的，所不见的就是内心，对不对？里面这个人，因为所见的是肉体是暂时的，所不见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永远的。好，再看哥林多第前书十五章第三十六节，三十外体从谁种的？谁给你种的这个外体？种外体这个人，他怎么样，你的外体也怎么样。你父亲种的，对不对？你母亲收的，你的外体是父亲种的，母亲收的。父亲种的，母亲收的，父亲进土里头了，母亲进土里了，你祖宗都进土里了，是外体也得进土里，对不对？是不是？但里边有一个不是你父母种的，所以必须在你未死以前，未断气以前，神另外给你种一个超越这个地上。我们对肉体需要空间，有空间限制，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才能活着，没有万有引力他就活不了了。没有空气活不了，没有阳光活不了，那没有对地出产活不了。但是神在你没死以前就给你具备另外一个身体，就给你预备另外一个身体，找到吗？第三十六节，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怎能什么？三十六节，找到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是不是？你所种的若不死，怎能生？并且我们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不是将来的形体，但这个身体呢，里面是属灵身体的，每一天借着圣餐呢，天天在提醒你，告诉你里面有一个身体，这是凭着信心来提醒我，里面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灵性的身体，对不对？我们信心不足，总感觉到这里面没有身体，没有基督那个身量在里面长成基督身量，所以借着圣餐，天天提醒你，你里面有基督生命。这个杯就是基督的宝血，你里边还有基督身体，这个饼就是基督，天天借着这，是不是来提醒我们里边有一个基督的复活的身体？好，咱们再看44章44节，还是第35章44节，找到吗？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什么身体啊？什么身体？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什么身体啊？灵性的身体。有没有？有没有灵性的身体？哦。有人说没有啊，就一个血肉之体的。既有血肉之体，就有灵性身体。对呀、啊，一定有灵性身体。那这个灵性身体呢？今天就叫你相信有，你相不相信？说基督成形在你心里的，并且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的里面，对不对？他不是没有形体的，你不要说，哎呦，我没有这个身体啊，你没有那个身体，那你吃饼干什么呢？你吃饼是不是证明我里面有一个灵性的身体啊？我外面还有个血气的身体，对不对？我借着信相信我里面有灵性身体，我还要借着信我外面还有血气的身体，这血气身体借着信已经灭绝了，罪身灭绝了，对不对？对不对呀？好，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复活的？啊，什么时候复活的？受洗那时候就复活。这句话在哪里了？这话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复活？现在我们现在活没活过来？啊，我好，我们看哪一天复活的？这里说我们就是复活的是灵性身体，那你这里面现在你和基督同没同活过来？我们看什么时候复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啥时候复活的？是等到末后复活呀，还是拉撒路已经复活了？啊，是等耶稣来身体得赎那复活，是我们现在里边已经有基督复活的身体和复活的生命了？啥时候复活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啊，第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在此是什么？此是什么？此时就在这个时候，对不对？就在受洗的时候，就在此就与他一同什么？一同复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么说的？你不要信等末后时期再复活呀！你这复活的生命和复活的身体，现在就都预备好，对不对？你信不信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长成满有基督身量的身体？信不信？还是等将来的？我们既有属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对不对？这灵性的身体不在先，血气的身体在先。你说你哪个身体在先？是这个身体在先，是这个身体在先？哪个在先？啊，我父母把我生下，我就有这个血气的身体，对不对？等我信了耶稣之后，才有复活的身体，对不对？我信了耶稣，才有复活的身体。有人说，你现在已经复活了，有人说没复活，等将来复活，等将来复活就晚了，你听懂吗？等耶稣来的时候再复活就晚了，现在你必须相信你里面就有复活身体。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啥时候复活的？你什么时候活过来？从前和上帝是隔绝，生命是隔绝，现在活没活过来？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看你现在活没活过来。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活没活过来？啊，是现在活过来，是以后活过来？你这个必须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活过来。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虚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对不对？现在活没活过来？活过来。什么时候活过来？受洗那个同时就活过来了，对不对？受洗就预表我和基督同死又同复活。那你怎么说没活过来呢？怎么说没有一个身体呢？怎么说没有这生命？没有身体，没有生命的生产有什么意义呢？受洗是代表我的身体死，对不对？我的身体没有良善，我的身体需要死，对不对？我把这擦掉啊。好，
受洗代表我这个身体没有良善的身体需要什么？死。罪身在这个受洗这个时候就把它处理掉，叫罪身什么？灭绝。灭绝完了之后我才去领受圣餐的，没有罪身了我才去领受圣餐的，对不对？所以圣餐不是领受在肉体里，乃是领受在心灵里。所以这叫耶稣说新酒必要装进哪里啊？新皮带，不装进旧皮带，旧皮带就还是罪的，对不对？有罪的叫旧皮带，从亚当来的叫旧皮带，从基督来的叫新皮带。所以基督给你预备个新的什么？新身体和新生命。我的生命，我的身体不好，我必须不能要我的身体来献上当做活祭，那是死祭，对，必死的，必死的，不能承受不死，必须换个新身体。说我的生命必须，他不能行善，必须从在十字架上跟基督同死，把那个生命给他倾倒出去，把基督的生命给我注入到我的里面，对不对？我现在身体和生命都换了，都不是原来的身体了。这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都变成新的了？没有旧的了，对不对？旧的是必死的，所以这样我再去领受圣餐，用新人领受圣餐，这样我领受的就有意义和价值了，不是往肉体里，乃是往属灵的身体里，不是往属肉体的生命里，那个血液里，乃是往哪里领啊？哪里领？新生命里，那血是喝到新生命，是他血就是生命，一切活物的生命，耶稣的血替代了我的血，耶稣的身体替代了我的身体，所以耶稣保罗说，活着的现在从里到外都不是我在活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而活着，我要缺了信了我就不能活着，对不对？我凭信心，信谁活着呢？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哪去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谁了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了，信吗？所以难怪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整个的身体和生命都换了，你说是谁活着？我活着是主活着啊，身体换了，对不对？生命也换，血换了，对不对？身体和血全换了，你说谁活着？全换成耶稣的新身体和新生命，你说是谁活着？谁活着？耶稣才活着。他为什么要耶稣活着？要我活着，每一天活着都活出罪的样子，对不对？我要活着就活出罪的样子，主要活着就活出义的样子。我要活着就活着羞辱的样子，耶稣要活着活出荣耀的样子。你要谁活着？来，你自己活。你说我自己活，主啊，你在那边待着，上船尾上睡觉的我活着。你活的有点风暴，你吓死你的，海浪一开了你就吓死了。耶稣来，住了吧！耶稣一活起来就住了吧，静了吧，所有的环境都平息了，对不对？但你不让，你不让耶稣活着，你非得我活着，你活着能活出义的样子吗？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把父的形象表明出来。我把父主耶稣的生命接进来，我把主耶稣的身体接进来，叫他在我里面替我活着，彰显出他的荣耀。说新的生命活出新的样子，谁的生命活得像谁？你的生命活得怎么活都像亚当，主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替你活着，你越活越像基督，不是我活，是基督活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谁的生命活得像谁，就看你把这个活的主权让给谁。是我自己在活着，主啊，别你活，我自己活着，你活我试试看。主说好，你活我先上床尾上睡一会儿。风暴一来啊，门徒这回怎么着？抓，船要灌满了水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吓死了，对不对？耶稣起来了，耶稣表明从死里复活了，就把所有周围的风浪全部平静了。今天旧约里是人在活给神看，都活失败了。律法时代，人在守律法，靠自己的肉体活，都活失败了。新约是主耶稣基督在活，在你不单在这世界中间活，他在公然站立在这世界中间，宇宙的君王、白马王子、道成的肉身，站在这个世代中间，要向全世界宣告，向全世界人宣告，
想做什么呢？番茄在我上，是不是啊？吃我肉的，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里面。我来替你活着，孩子，你放下，你把那活的煮下，你死你都解决不了，活你能解决了吗？死都得我把你跟这个死给你代替了，罪我都给你代替了，能不能把这活的主权也让给我？我住进你心里，替你活着，好不好？你看我像上帝的形象吗？我住进你心里，我替你活着，好不好？我能把天父的形象和样式活出来，因为没有人看见我神，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把父表明出来，所以我进到你的心里，把父表明出来，好不好？道在肉身中要显现，不是我活着，是主活着，主要亲自住在你的生命中间，大道要住在你生命中间，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神量，把基督把天父的形象活出来。你不干，你非得自己使劲活，咬牙切齿的活，怎么活也活不出来，越活越罪，越罪还越想活。现在凡想自己靠行为成义的那人，他们不是不讲行为，天天讲行为，天天活不出来行为，咬牙切齿的活，因为活的不对，工具用错了，对不对？打老虎的工具，他拿个麻杆麻街去打去，那老虎一口就把他吞了，对不对？一口把他咬死了。打老虎的就是打老虎，打那个犀牛，那犀牛是特别有力量的，打犀牛上去拿个小棍子去打犀牛去了，工具用错了，工具用错了，打犀牛就得有狙枪，对不对？打老虎就得有大的棒子，就能把老虎打死。今天你今天跟那魔鬼征战，你不把基督接到你心里，你进入安息，我死了，基督啊，你看再开心，代替我活着，你才能把魔鬼胜过。你这个主权呢，魔没机让给主，所以魔鬼随时就可以进去。耶稣为什么就讲那个在污水之地那个越走来走去，那魔鬼在那走来走去，找不到安歇之地，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一看这里打扫的干净了之后呢，打扫干净之后呢，他就找来七个更恶的鬼进来，这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也就是说，上帝今天把你的心灵打扫干净，是要主耶稣亲自要住在你的圣殿里，对不对？所以这个活的主权你让给谁？是我活还是我进入安息？我死，这是很关键。我死还是我活？我死主活还是主死我活？这个很关键啊！咱们搁这地方看一下啊。现在主耶稣就住在你心里，是叫主活，还是叫我活？啊，是对长成满有基督身量，尽管吃属灵的粮食，喝属灵的那个灵奶，长成满有基督身量，基督那个形象，道在肉身中显现，荆棘着火了，显出的莫大的荣耀，还是我自己靠肉体？得救是基督死我活。基督死我活，得荣耀是什么？是谁死啊？得荣耀是我死，基督活，这是一个反一个正啊。得救是基督死我活，这什么叫基督死我活？基督为我死了，埋葬了，又从死里复活，我就得救了。我要相信，我就得救了。这是耶稣先做成救恩，使我得救了。下面得荣耀。不要靠我活，而是要我死，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叫谁在我里面活呢？基督。后来的就要再上，后来的都听明白了，在基督在我里面活。你们说谁活？得荣耀是我活，是基督活？保罗说：“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什么意思？不再没有了。”不再是我的，不再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懂中文的说，不再是我的，不再是什么的，不重复是我的，对不对？已经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都不是我在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是否定的意思，证明我没有办法活出不一样，我越活越活出罪的样子。一个人今天，他是否是教主在他里面活着，还是他自己活？一说话就清楚了，是不是？你一说话就清楚了，你是教谁活着？
是我活着，是主活着，对不对？我活着就天天有罪，主活着就天天没有罪，对不对？对不对？好，这里面啊，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呢，来继续来看看什么叫基督死我活，我死基督活，基督死我活是得救，我死基督活是得荣耀。这是两步骤啊，这是两步骤。基督死，钉在十字架，因为我有罪，我必须得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我死，我才能从死里什么活过来。算，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死叫凡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这是我死，基督活，对不对？我已经死了，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得荣耀，得救呢？我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基督为我死了，使我活过来了。下面是我必须死了，好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听懂了吗？听没听懂？那咱们选一下啊，咱现在就像什么考核的，你们选一下，你一起选一下，你说是我死基督活好，还是现在下边这段当然是基督死我活，基督为我罪死使我活过来的，这是我的救了，对不对？下面得荣耀是应当我死基督活，还是基督死我活？啊？我死基督活。基督活，对不对？基督活。好，再看希伯来书，看到底是基督在你心里行出所喜悦的事，还是我自己心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两节经文很关键的啊、哦！这两节经文，希望弟兄姊妹谁记住，我们中间这些弟兄姊妹记住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很关键，很关键，是基督在我里边行出所喜悦的事，行出所喜悦的事，还有我靠血肉臂膀手律法走出来的。反出来靠肉体，外面这个肉体，这个身体活还是这身体活很关键，两个身体哪一个身体活有果效，是里面基督那次复活的身体在我里面活有果效，还是我自己外体活有果效？外体叫你毁坏，对不对？你去用外体活，你正好跟神的旨意反对了。我们细细查考这段经文很不容易读懂，因为这个话语是文言文翻译过来之后的，很不容易懂这句话。来，我来读，弟兄姊妹来研究，一个字也不要落，看着圣经的话语，好不好？第十三章二十节，看到这段经文啊、哦，这段经文何等重要！把这段经文查完了呢，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然后呢，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在一起交谈，找到吗？就最后的。二十节说，担任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神。善事成全完，你才能遵行神的旨意呢。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时候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好，是基督借着基督。在我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还是我行？啊？谁行？基督行。借着基督在我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对不对？是不是基督行？不是我行，对不对？又活着不再是我的吗？怎么是我行的？我不都埋葬了吗？不再是我的，对不对？我活着就是谁？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意思。这时候我活着就是基督，意思就是我已经死了，现在完全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生命都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在你这边才能行神所喜悦的事，对不对？对。不是我活着的，乃是主活着，好不好？对不对？屈死的身体，必死的身体，还有什么？还有杜甫要朽坏，还有一段圣经我要查的，就是杜甫要朽坏，身子和杜甫有什么区别？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身子和杜甫有什么区别？这现在这杜甫和身子有什么区别？经常把神儿子那复活的身体当作身子，身子是神的殿，对不对？
我说这是神的殿，这叫帐篷，这叫帐篷。帐篷和神的殿有什么区别？帐篷是要拆的，神的殿是要建的，对不对？帐篷是属土的，神的殿是什么？属天的，属灵的，灵宫，对不对？记住了没？好，学习。